好，须菩提，云意云何啊？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？佛也，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好、哦，这个三十二相、哦、我们有补充过嘛、哦、所以，这个、哦、对三十二相来说啦、哦、就说我们从你那个什么，从你证入那个声闻圣、哦、你证入那个人无我、哦、进入到空，然后再接下来、啊、就是到那个法相空啊，哦、到圆觉，然后再到那个菩萨。有没有？你一路从那个什么，我们讲用实地来讲好了哈。从实地来讲，就是说从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啊，哈。初地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欢喜起欢喜心，哦，起欢喜心发起那个佛愿呐、啊。二地呢，就是持戒嘛，哦，那个三地啊，三地你那个愿。你持戒之后啊，你本来就很欢喜，这本来就很欢喜，对佛法本来就很欢喜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发起愿力嘛，跟佛一样啊，愿力啊，然后你就修戒嘛，啊，修戒之后啊，你那个愿力会更加的那个发光发亮啊，哦，更会发光发亮，愿会更大，愿更大之后啊。接下来就是进入到那个什么，那个慧啊，就会出来啊，哦，慧出来啊，慧出来之后啊，师弟们啊，慧一出来就开始进入那个什么，进入圣道，入圣流啊，哦，入圣流开始那个圣流里面哦，就是那个什么修那个声闻圣啊，修声闻圣啊。哦，那个时候开始，你见识佛，慢慢清净啊，哈，那时候就开始进入圣流，哦，那、啊、那时候的进入圣流，就在第四地的时候进入圣流，那个时候你那三十七道品啊，那个时候都已经很上圣的啦，好、哦，接着进入圣流就是那个五地啊，哦，到六地，接下来到六地嘛，哈、哦，啊六地就是那个什么。六地就是说你对那个四圣地齁、哦、对声闻圣法齁、哦、通通圆通啦齁、哦、通通圆通啊，见识佛可以说完全清净齁、哦、接下来就这样进入到那个什么，进入到那个圆觉嘛齁、哦、进入到圆觉，那个时候得到解脱啊，这就是那个三解脱。你进入三解脱的时候就开始这章所说的齁、哦那个什么，我们进入三解脱之后，三解脱是什么？我们就讲空、无相，对不对？也无愿嘛。你进入三解脱之后，那个三十二相一就一个一个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你那个什么没有相嘛，哦，没有相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讲还记得吗？就是你那个时候的无相是因为怎么样无相？哈？这三解脱的无相啊，是因为怎么样？先讲是三解脱的无愿哦，三解脱无愿啊，是因为你了解的前面这些啊，原来都是虚妄分别的关系，哦啊，既然是虚妄分别，我无所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呢，相啊，无相啊，怎么看待说无相？啊，三解脱的时候。哦、就是这个三者，你反正三十二相哦，三十二相就是你证入三解脱之后，那个三十二相啊，那个庄严相就一个现前，好、哦、一个现前，好、哦，所以那个三十二相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啦，好、哦，因为你进入到那个八地哈、哦，这时候是那个什么，超接近七地嘛哦，啊你进入到八地的时候啊。那个三十二相就更具足了，更具足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那个三十二相啊，哦，我们讲说这边讲的那个三十二相啊，这个三十二相啊，就是讲是相哦，啊，其实就是那个
这个之前的所有的法门，对吧？在这个之前所有的法门，那个通，我们刚才讲嘛，就是那个法门呢、啊，一个一个了透的时候呢，那个法相啊，就一个一个的正法相啊，就等于就是离相啊，好、哦，都离相啊，那个你一旦离相啊，你那个庄严相就出来了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哈、哦，那个是三十二相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，好、哦，那个三十二相就是有无边的那个法门呐、啊，你一一的去了证。哦，那个相就一一的现前啊，这个相啊，哦，你那个各种法门本来就是没有法嘛，哦，本来就是没有法啊，没有法啊，你又说那个法相啊，哦，所以那个什么那个三说相，那个本来就不是相啊，哦，所以啊，他本来就不是相啊，就是不是就应该要远离他，哦，哦，对这个相啊，就不用执着哈。啊、记住、啊、这三十二相、啊、三十二相也就是我们讲说一切诸法，可以这么说、啊、一切诸法。好，这张没问题、啊、有问题 要马上提出来讨论、啊、好，接下来啊，接下来我们再看那个七十五页、啊、七十五页啊，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啊，其福甚多。好、哦、这个是就是用你的那个生命、哦、来布施啊，跟用这样的一个福德跟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啊那个怎么讲，就是受持这部经啊，或者受持这部经里面四句偈、哦、他那个福德啊来做比较哦。好，那到这个地方啊，就讲我们前面记得吗？我们前面谈到微尘跟世界嘛，哦，然后上一章就讲到三十二相嘛，哦，然后再谈到什么呢？谈到那个我们刚开始是讲到什么？那个什么，前面第三章啊，看一下第一章、哦、第一章就是那个什么般若波罗蜜，有没有、哦、就是讲到这个相的，对那个相的一个执着啊、哦、这章就是在说前面所说的那个相、哦、就从小从大小从形象、哦、从那个形状、哦、比如说从那个形状就从微尘到世界嘛、哦、那么从微尘那个大小啊，哦，微尘当然小啊，从小到大，哦，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哦，甚至到那个如来的那个三十二相啊，哦，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虚幻不实的，哦，它本来就不是相啊，哦，所以你远离的这些相啊，你那个智慧哈、哦，智慧啊就现前了哈、哦，这个哦，从前面。那几章哦，读到这一章啊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哦，回忆一下，就是说这边一直在强调相嘛。那你相对应到那个哪里啊？到那个楞伽经物啊、哦，楞伽经那个相名无法、啊、有吗？哦，同样的意思哦。比如说那个相名还有什么分别、正智如如啊，哦，这是无法。好。这是，哎、欸，来，怎样？开始，嗯。嗯，那个不一样哟、哦。如来跟佛，我怎么不敢问？哎呀，啊，
如来就是佛，佛就是如来啊！我怎么给他刻啊？上面叫如来，上面叫做佛，什么叫如来？就是如来啊！那个如来跟佛，先讲如来跟佛有什么差别？啊，一样哦。好、哦，我们讲这个哈、哦，那个佛就是什么？佛就是觉嘛，觉什么东西？觉一切法。啊，如来呢？哎，正入真如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边哈、哦，这边在讲如来有没有？这边在讲如来哈、哦，这《金刚经》里面他为什么不讲佛？他都讲如来，这什么意思？对没？这就是从那个法的这一面来看呢、哦，哦，就是让我们找到那个真如本性嘛。对不对？那个就是用如来嘛，哦啊，这个佛呢，比如说那个什么，我们其他经典就看到，每次用佛来表述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佛就是什么，比如有某一部经哦，他如果他每次都讲佛，每次都讲佛，你就看那部经的那个内容，哈、哦，通通在教我们众生啊，就觉，让我们觉悟一切法。哦，觉悟一切法啊，这个如来就是说，你要找到你的真如本性嘛，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哦啊，刚才你讲说，我们回到那个什么，那个如来三十二相。哦，如来三十二，那个如来三十二相哦，就是讲你要去了证所有的法门。哦，它都一一现象，比如讲，你讲这种耳啊对吧？耳啊耳朵很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耳朵很长啊，耳朵很长，隐喻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是长寿啊？凡夫耳朵很长，不，你没在讲佛的法相，你这样子，你讲如来三十二相哦，你讲要你要用法义来给解释，对没？就是你耳根圆通啊，耳根圆通啊，啊，中那个广长舌相哦，嘿，吹气啊，有能吸多灯的无？自己吸多灯的啊，那个就是一切诸法不可言说啊。那个什么，一切诸法不分男女啊，没有男女相，马音相，马音。马对对马音长相有没有？就是说没有男女之相。对对对，没有男。啊。对没？对没？所以他说法义哦，他一个一个，你就是三十二相里面的三十二相，你修成某一个法，就证入那个相。可以这么说，对。嗯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但那个就说哈、哦，那个要这样子啊。我们讲说，在看到自己的报身，这样就是要换。我们讲说换住啦，换住不是换那个注解那个换住哈、哦，叫要住在那个如幻三昧。你要住在如幻三昧，好，你要住在如幻三昧，你才没起笑。无你就说、哦、这到底是我还是这个想是我，你才没起笑啊。哦，就是嘛，所以那个三十二相就是这样。三十二相就是我们开始哈、哦，开始了脱一个法门，了脱一个法门啊，了脱一个一个出来啊，这三十二相就慢慢圆满。哦，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意趣，涕泪悲泣而白佛言：“昔有世尊。”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
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或五百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得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远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这个我们都是那个什么，都是那个挂在嘴巴嘛，哦，远离诸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诸佛啊。好，哦，那么这个那个什么，我们讲说这个实相啊，实相什么？实相啊，就是那个什么，远离能跟所啊，那个就实相啊。好，哦，这个啊，就说这个。好，哦，你这个能跟所啊，这些都是相啊，因为你一旦那个什么能起作用了哈，哦，啊，就这个所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些所有的这些诸法，是不是都执着有那个相存在，有一个法相存在嘛？哦，啊，你要让这个法相讲，这个能跟所远离的，哦啊，这个相啊，当然就没有了嘛。哦，这个能也去掉了吗？所也去掉了吗？啊，这整个就是空空如也啊！哦，那个就是达到你的那个真如本性嘛，那就是佛啊，是吧？所以远离诸相啊，即什么？即名诸佛啊！哦，所以那个实相哦，我们讲说实相就是不二嘛，哦，那就是不二嘛，就是你远离能跟所啊，那就是实相啊，哦。所以你进入实相之后，就进入那个什么真如本性嘛，哦，按实相非相啊，对不对？实相有没有相？没有相啊。哦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嘿，啊，一法相，对嘛？就是一法相，这一法相得实相啊，就是实相啊。啊，这个一级多多级是一哦，哦，你要从，很不啊，你这么是讲一法相啊，一那个就是实相没，因为啊，因为那个我们讲实相无相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要讲一个实相怎样来？实相就是你远离的能跟所啊。这种就是实相啊，哦啊，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真如本性嘛，对吧？真如本性你可以看出它是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一即多啦，哦，多即是一，哦，那个比萨利来教解释啊，一即多，多即是一，哦，要用这个来看待，哦，所以那个什么，我们学习。我们学习那个如幻哦，啊，进入那个如幻三昧的时候，一哦，对啊，你的自信有一吗？自信当然没有一啊，对没？对没？所以连自信那个，哦。啊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为什么可以由这个外境来现出那个现？哦，哦，嗯，对没？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边，这些都是幻没？这些都是所有的什么六处啊，十二处十八界啊，有没有？
这些东西啊，通通都是换嘛。好、哦，公公讲这个。但是这个换哦，这个换哦，不能用我们所一般所认知的那个换哦。这个换哦，你要了解这个换哦，你一定要知道哦，那个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。哦，你了解到这个一就一跟多的关系之后，你还这个之后你要知道，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换哦，就是第一个要一解多，多解一，对吧？一法解多法，多法解一法。好、哦，接下来啊，接下来是怎么样？接下来就是这里啊，众生平等，好、哦，还有世间平等、世界平等、国土平等，好、哦，一切诸法平等。这两个加起来，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幻。好、哦，就是说你要行一跟多的那个一解多，多解一之后，好、哦，这所有的平等啊。哦、就是众生世界，还有那个什么世间国土，听没？好、哦，那这两个条件加起来才是幻。好、哦，这两个条件加起来才是幻呐、啊哦。所以你用这一法相、哦、就不要再讲。就如果讲到一，讲到这个数字哦，例如落入那个什么，我们前面讲就是那个数字的执着。对没？落入那个执着，落入了树的执着、哦，所以这个一法相啊，从三个字一法相来看待它，可以啊，对没？对啊，就是你名字啊，哦，比如说，名字有一切法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偏偏说没有法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解这个套啊？你要解这个套，就是要来到这个地方啦。所以那个两个幻不一样哦，那两个幻不一样，就是以幻来灭幻，对不对？那个两字哦，那个第一个幻，第一个幻跟第二个幻不一样哦。第一个幻哦，你一定要住在要住幻，你才可以灭那个幻，那才是以幻灭幻。好、哦，你如果第一个幻哦，第一个幻不是真的话，那都得起笑啊，空天笑软的，哎，笑对笑的呀、啊。哦，啊，你老公第一个是真。哦、以真来灭幻、哦、所以那个第一个幻一定要住在如幻的那个境界来灭那个幻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、欸、地下涌出来，那为什么他当中会有说什么有的菩萨是完全没有眷属是一个人？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有疑问。有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就是说哈、哦，你身为一个菩萨哈、哦，你身为一个菩萨要有那个什么，第一个哈、哦、要做菩萨戒，哦，我们上次讲菩萨戒行，第二个啊，菩萨的魔，菩萨什么魔？就是讲哈、哦，我怎么我虽然我现在境界虽然是住在菩萨，我说好，我现在住在八地菩萨的境界，可是啊，我拢歪插众生啦，有这种菩萨啦，我拢歪错着，这是菩萨设的那个魔境啊。所以你莫讲菩萨，你莫讲菩萨的无代志哦。你菩萨哈，就是意思就是讲你那个什么，那个菩萨那个
大慈大悲的心境没有展现出来，啊，那个就落入那个魔境。你虽然有这个境界啊，你都不以那个什么，不以那个什么大悲为体，不以大悲为体，那时候就是菩萨的魔，哈、哦。对。对，所以有这种是，我那个什么，像我本来想讲，我想你讲了去啊，一定不能听有的啦。你讲我说你就提出来啊，我就这么跟你解释，那就是犯了菩萨的魔。我跟你一尊菩萨，我都跟你解释呢。对他那个什么，他那个悲怨呢没有展现出来，他没有去以那个什么众生为所，啊呢。不，八地以上都会哦，就是一样会。这个时候菩萨从这你要去要去那个什么，嘿，佛祖在讲哦，用菩萨你会菩萨设这个魔境的时候，你要用什么样的那个法去对治它？好、哦、啊，就讲总说一句哈、哦，就是讲你一旦那个什么入了这个那个什么。平等之后啊，入了平等之后，你一定要那个以那个大慈大悲的那个心要展现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好，所以那个什么，我们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来自这些众生呐、啊。哦，啊，你讲智慧啊，智慧就无尽呐、啊。智慧无尽、啊、法门无边嘛，好、哦，法门啊，说你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如果那个什么正的法门越多，好、哦，正的法门越多，当然那个境界就越高嘛。我们所那个什么那个所，我们讲说以相表法来看呐、啊，好、哦，就是你那个宝物就越多，好、哦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啊，所以菩萨的戒行，这菩萨戒行不是讲去守那个什么。所那个三聚境界啊，不是，就是说你爱用什么样的那个什么什么样的态度，哦，那个戒行啊，是怎么戒？最起码你要知道说，这个啊，世间就好像什么，世间就是如怎么样，如幻，对哦，安尼一点如幻的一个出来这些，世间如幻呢、啊。你要知道说那个菩萨的境界啊，所有的一些境界啊，这些境界啊，你不要去喜好你的境界，不要去执着你的境界，那种菩萨的戒行啊，哦，就是境界世间，哦，还有那么一切法怎么样？你要知道说一切法，一切诸法无常啊，哦，一切诸法无常，这个都是那个菩萨戒行，要那个什么要。谨记在心呐、啊，啊，谨记在心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是那个正面的那种鼓励嘛，啊，这个魔呢，你不要菩萨，不要说，不要以为说你这么菩萨，你都弄不得机啊，那个心量没有出来，心量没有出来，你都摄入那个魔境啊，好、哦，哦，我们这一章就讲到这个实相哈、哦，就说那个离一切诸相啊，则名诸佛。哦、所以实相就知道，你要就是远离诸相哈、哦，就是讲说远离诸相，则名诸佛，就称为诸佛，就是说这个啊，就是远离能根所，好、哦，为能根所加，从这边开始哈、哦，这边假设你不能远离这两个东西啊，你就落入那个在那个万法那个深渊里面呐、啊，这边流转，好、哦，那个就是实相哈、哦。好了，我们再看。下一章齁、哦。